集。起始，主角叫做李凡，是一个胖子宅男，没有任何社交能力，工作也很普通。一天，李凡在公司里无意间获得了一款名为优朗的人工智能助手，它可以进行各种复杂的计算和分析，还能够给李凡提供各种生活和事业上的建议。李凡开始遵从 Neuron 的建议，逐渐改变了他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法，变得更加自信和有决策力。他在工作中表现出色，开始受到老板和同事的赞誉。